天气一放晴啊，我这个晚莲就开花了。那我们小阳台小空间去种植啊，一定要选择一些小微型的品种，这样呢一个15到25公分左右的花盆就足以可以把它种好。那今天呢我就简单的帮大家推荐几款。第一款扬州晚莲，颜色呢是粉色晕边的经典荷花色，重瓣度也刚刚好，花型非常的仙气，而且很容易完全打开。第二款冰娇，黄色系的荷花本来就少，更何况还是个晚莲，这就更加的稀有了。第三款红唇，花型非常的饱满，花色更是特别，集合了稀有的浓黄底色和经典的浓粉晕边，很有辨识度。第四款绿荷，若隐若现的冰绿色搭配单瓣花型，是夏日荷花里最清新的存在。第五款粉玲珑，圆润的短小的花瓣让这个品种展现出了荷花少有的可爱的感觉。很多的朋友啊都说自己的晚莲不开花，那建议大家呢多给它晒晒太阳，每20天左右呢给它追点肥，这样就可以了。